这个叫做北投文学步道，文雅博。然后北投文学步道，昨天风雨交加，今天百花开，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哎。阮昨吼，阮山顶因倒水呢，恁知无？然后泄洪哇，山顶吼都是瀑布呢，像瀑布一样哇，那个洪那个土啊，一直流啊，哇，好恐怖哦，不好玩哦。Hello。你是荷花，你是荷花还是莲花？你到底是什么花？好像是荷花，没有看到荷花呢。啊，无时间啦，吼、哦，紧行，赶路啦。我跟你合照。这些老人在太极拳，我妈妈如果能够跟他们一样多好。这样走出来，不要每天在家里闷着，然后弄乌白拜鬼。啊，妈，你当时怎么亲戚？当时怎么我咧有光明的时阵？啊，好，不理你了，那是你的业啦。
请各位大德媒体合掌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